看剧观赏析。今年4月18号，越剧表演艺术家张云霞突然因病离开了人世，她的离去留给了人们无数的惋惜。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节目将分3期与您共同回顾张云霞的艺术人生，并一起品味张派艺术的精华。我是个学生出身，因为家境不太好，因此为了将来的生活出路考虑，在那求学的同时，我把了京剧票由李文奎为师学唱京戏。有一年天发生了一桩突发的事情，师傅在江心舞台演出3天，第一天失控再下来，嗓子就倒脱了。第二天的作坊上要我顶上去，这个辰光我刚刚11年岁，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就顶上去了。在那台高头，台步走走，口面大大，一本正经，唱得有板有眼。等到唱到要坐的辰光，我人长得矮小，京剧的椅子比较高，我坐不上去，实在师傅就拿我抱上去，引得台下头观众哄堂大笑。搿一下师傅心动了，伊跟我讲：“侬如果再要学下去的闲话，要我下官司。学习3年，帮师3年，生老病死皆不负责等等。”我妈妈看了这个条件实在太苛刻了，没答应，所以呢，我京戏就停止学唱。想不到这个一段经历啊，把我以后改唱越剧、运用增加上结合，倒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张云霞呢，是1943年开始学越剧、演越剧，当到46年的时候，他去看了一次袁旭芬同志演的绝代影后吧，结果呢他看了以后就感觉很惊奇，无论是表演啊唱啊或者是台上的灯光服装啊各方面的综合艺术给他一个新崭新的感觉。因此呢，他宁可人家要邀请他做头尖花旦的时候他不去，他就是勇敢地进了这个学生剧团，就袁旭芬同志的学生剧团演宁可演3件旦。这一步路他走得非常死对今后的他的艺术的这个自己的取得的成绩的起的关键性的作用。用他的话说，他是真正开始走进了越剧的艺术大堂。我从一开始就欢喜越大剧的表演艺术，敬佩一个是真是忠是爱的为人，所以我是一心一意时机时刻的想要活着，一朝一夕的在模仿伊。这个辰光，我的学生阶段的3级小生吴少鹏，天天要去唱地台的，唱的才是袁凡两位大姐了那舞台当中演出节目的片段。唱得多了，观众熟悉了，讲我唱得像，那么就叫我袁派小虎队。那么当时人就是讲，伊跟万派小生吴少鹏两个人啊，都比较年轻，就是经常上电台演唱，唱的上唱的一个唱万派，一个唱云派，唱伊拉两个人的这个叫这个经典唱的，像新娘出岳师啊，这个一流木啊、香妃啊，这些唱的。由于唱得响，观众很受欢迎，影响比较大。那么张亮当时就云派小虎队，搿能个。成语
孝女心是雪生剧团1943年上演的新剧目，由袁雪芬、徐天红、戚雅仙等人主演。1946年，大中华唱片公司灌录了其中的一段唱，不过是由徐天红和张云霞主唱的。其中，张云霞只有短短四句唱，这是张云霞上个世纪40年代留下的唯一的音响资料。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作为原派小花旦的张云霞即可乱真的演唱。张云雅呢，他当时到集团里来，名义上是牺牲集团，但是至于那个名义，因为我不是集团的老板，集团有集团的老板的，集团有集团的老板的，但是他们是驾驭我的名义，他作为一种老招新的。所以当时张云霞来的时候，我后来才晓得他当时感觉到要到我们这里来呢，他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是简单，他是上简单啊，那个时候还有尹菊芬啊，还有其他演员啊，所以他作为上简单啊，有好些戏啊，就是不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发现他呢，学习比较用功的，因为张云雅他不是豫剧的科班出身的。他过去啊能够唱唱那个京剧啦什么啦，所以在戏曲团体里面呢，对他有一种歧视的，似乎啊不是善考出身的，对他有一种看法。但我是不以为然，因为谁肯学很好的认真工作的人，我是一直同意的啊。因为我既非剧团老板，又不是剧团的老板呢，但是有好多演员都奔着当时感觉到我在各个语句当中比较神真严肃，严策的极端的作风，流带的空气，他们都奔着这个来的。所以上一样呢就其中这么一个。像大吉木火灾呢，确实是使我艺术上想进步不少，但是后来我跳大梁以后，要自家来创造角色，就感觉到有点力不从心了。记得了啦，1952年，我进了少庄集团，跟陆金花一起合演了一只《秦时游》。袁大姐来看戏，看了以后对我讲：“侬的思想、感情、唱腔，侪掌握得比较好，但是形体动作太少了。辣辣迭个一方面，侬要继续努力。”这个一点意见啊，正好是击中了我的要害。这个是我半路出家，基础不扎实，这个缺少各种艺术的表演手段，哪能办呢？我就下决心学。按照40年代越剧改革的辰光，以考核话剧，注重角色内心的逼真，考核昆曲。优美的身段、成熟的动作，求得外形城市的这种成功的经验，我进行再学习。因为伊不是科班出身，伊是京剧表演出身，下海越剧，所以晓得自家不足之处，伊就要想办法补上。因此，伊决心蛮大。来了1954年到55年，搿个中间一年里向，他就定了副演出。搿个是确实不容易，因为伊当时主要有团里向那个工资很高了。他等于一年不演出，等于一年没工资啊！伊又愿意做出这个牺牲，做啥呢？就把昆剧名家方仁勇为师，进表演你这个《范墨记》，还有《游园惊梦》30戏，30戏里向呢4个角色，相当于4个角色啊，武家庄的武三娘啊，《范墨记》里向的鬼子啊，这个。那个《游园惊梦》里向的这个春香，跟那个叫杜丽娘，有四个单角呢，所以单角里向呢是四种不同的路子啊，一个是刀马旦，一个鬼门旦，一个花旦，一个青衣，四种不同的路子。那么由于那个戏曲表演了，它虽然一个行当，但是
他一个行当一边戏路不同，他表演这个叫整色身段整色还是有区别。那么你像张应该像这个叫方老师好像是各些戏各些角色这个身段有唯一这个精柔表演打下了很好基础。不劝诫浅通之之音呀相公啊他的唱腔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他善于吸收，广泛的能够吸收。他小时候呢学过京剧，而且呢他喜欢唱那个南方的跟北方的其他戏曲以及曲艺，所以他的唱腔里边呢有很多因素在里边。通过他的柔和啊，我们一起合作、啊、研究以后呢，他这个统一在这个张派风格的当中，所以我认为呢，这个研究唱腔，研究那个张派唱腔啊，要从多方面来看它这个特点。所以第一个特点呢，我认为它就吸收了啊南北方戏曲以及曲艺里边的很多因素，所以它的唱腔的旋律变化比较多。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它这个变化不是为变化而变化，它呢讲究润腔。所谓润腔呢，就是一种装声音的用法啊，气口哪里是气口，哪里是这个长腔，这个润腔是戏曲里面很重要的这个表现因素，他呢非常讲究这一点。所以呢他概括起来讲呢，就是润腔呢是寻味道啊，这个小腔呢求美，这两点对他来讲这个张派唱腔是充分体现。所以我认为这个研究这个张派唱腔啊，从这个细小的地方来研究它，所以它的唱腔是比较细致的啊，张派唱腔非常细致，表现这个内容是很这个内在的，不是外露的。所以这个第二点。第三点呢，它是真假声结合，因为粤剧啊过去都是用真声来唱的，所以它的音域呢比较宽比较窄，一般讲在八度左右。那么它呢接近于唱歌的那种声乐的技巧啊，也接近于京剧那种唱法，因此它那个这个用了的真声跟假声结合起来，因此它这个音域的宽度啊可以达到2个8度以上，这一点是我觉得很了不起的。啊，这个对这个粤剧来讲啊，这个唱腔上是突破了一个啊这个表现的范围。所以他的唱腔我们看，有的必要的时候他是大跳八度以上的大跳经常用的，因此他的唱腔是刚柔相济的啊，他有柔的一面，非常柔美的一面，也有刚烈的一面啊。所以我认为呢，张云霞这个唱法是一种戏歌结合的一种唱法，这一点目前来讲啊，特别是粤剧是很值得我们来推广的啊，很值得我们研究，这个青年演员、啊、很值得来研究来学习这一点啊，怎么使用这个真假声结合，那么这个是他的音乐拓宽，那么这个表现呢就增强了。张扬的唱腔呢具有微稳圆润根茎细腻富有观赏力跟这个特点，一个唱腔在继承原派基础上再吸收副派唱腔的特点而形成一格的，所以既有原派唱腔的深沉细腻的一面，又有副派唱腔这个微稳婉转这个叫这个华彩的这个一面。那么张扬的唱腔
伊拉这个傲视、发声、勇气、干劲、勇为等等方面有很好的造诣啊。这个形成了最后形成的是嘎个的张帕张帕唱腔。确实，善于学习、善于吸收是张云霞的特点。他融众家之长而自成一格，在舞台上树立起了一批印有鲜明人物风格的代表作品。今天我们首先将欣赏到的是他的《孟丽君》的片段《苗荣》。这一段呢是用悬下腔，悬下腔比较悲哀的一般讲啊，这比较深层。那么这一段呢，一个两也是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是慢板，悬下腔慢板非常深情啊，他妙容啊要准备要向母亲啊这个拨别而行了，所以这种依依不舍的这种情绪是慢板，非常深情。啊，很内在的。第二部分呢是第三句，第三句就是用大跳。为什么用大跳呢？他写到时候激动了，就是为了这个啊，要表现他已经要跟母亲临就即将告别吧，一种急切的心情。所以马上就是我刚刚讲过，他那个用大跳，就是八度以上的大跳，来表现一种这个调啊，这个孟丽君啊，一种即将要告别母亲。啊，一种即将要告别母亲一种这个激动的心情。那么第三个层次呢，就是后面的那一段箫板。所谓箫板呢，就是紧大慢唱的这种意思啊，伴奏很紧，唱是散的，就是我们讲叫紧板散唱，所以伴奏很紧，唱的是散的。这个第三个层次呢，是表现了孟丽君下了决心，我苗浩荣以后我就要向母亲啊告别。这一段唱呢，虽然是一个短短的一段吧，有三个层次，所以我们欣赏唱腔的时候呢，从总体来看，不是一句句来看
啊，你像这个像这个苗荣呢，就是一个层三个层次很完整的一段唱。
观众朋友们，绝本赏析张云霞艺术专辑第一集今天就播放到这儿，下两期节目我们将结合张派的几个代表作品继续为您剖析张派艺术的特色。